就我们不练铁砂掌，对吧？其实我在英雄胆的时候给你们也讲过，啊，就相当于这个看，你看这个手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这是个砖头子，因为我这没别的东西，啊，你比如说这是个砖，好多人劈砖是这么劈，嗨，是这么劈，对吧？哎，咱们不用在这儿，看啥？嗯，都不用使劲，啊，你不用使劲啊，这个。他就是练这个松沉劲啊，练松沉劲。所以说呢，怎么练呢？就是在这拿个铁球子，没啥事就在家玩嘛，对不对啊？玩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看着就是搁，比如说想练右手，搁左手一拿啊，我近点看着啊，搁左手一拿，看就用这个先练这个位置，在这儿，哎，就这，哎，就这样。不要使劲啊，就自由落体，不要在这使劲砍的，嗯，就自由落体，嗯，烫烫烫，哎，这叫砍，哎，